各位菩萨，阿弥陀佛。我们现在讲第172页啊，那么推今世之同席啊，也就是说，其实我们所有的有情众生啊，都有一样的这个修行的生命的过程啊，生命的过程。所以过去啊，那么以文殊师利菩萨呢，他有这样子的经验啊，那么他看到那么。他当时候因为有一位妙光菩萨，其实就是文殊师利菩萨，当然这个时候还没讲，其实就是文殊师利菩萨。他曾经经过了所谓的这种日月灯明佛，最后一位，有没有两万位里面的最后一位，那这个时候呢，日月灯明佛呢，其实他也从什么，从定起，所以起定之后就会说法嘛，那么入定就会怎样，现瑞相啊，现完瑞相是不是就会起定啊，出了定之后呢，来宣说佛法。所以那么因为妙光菩萨来讲的话，他也一样啊，那么在他在日月灯明佛啊，那么他在这个从定当中起来的时候，也因为妙光菩萨他曾经啊，因为他也是这些啊，等于说是八百弟子的老师嘛，所以他也在教这八百弟子呢，那么用什么妙法莲华经啊来教导他们啊。那妙法莲华经主要就是在教什么菩萨法啊，因为菩萨法是佛陀所最护念的，是希望所有众生是不是都能够发心成为菩萨，纵然我们是凡夫也可以成为什么凡夫菩萨啊。那他们的这个说法来说的话，是六十小节不起于坐呢，这要有定的能力哦，因为他们的那个什么果位很高了，妙光菩萨那是菩萨摩诃萨，越高的果位呢，其实他一定是定慧均等的状态，在超凡入圣以下来讲的话，我们刚开始学是不是慧归慧，定归定啊，之后呢才去做结合。结合了之后呢，定慧均等才能够去触碰到涅槃的境界嘛。那一旦能够触碰到涅槃的境界，所谓涅槃的境界，它就是可以不受到时间空间的束缚。我们现在会觉得六十小节是很长的一件事情，但是如果有定的能力，其实六十小节也可以是很短，也可以很短呢，也可以不长哦，所以可以触一小节为什么一刹那，也可以延一刹那为一节，也就是说透过慧之后的修定，那这种定它是可以放大可以缩小，可以宏观也可以怎样微观哦，所以呢他们可以怎样六十小节不起于坐。我们现在如果一个小时两个小时就已经不得了了，一个小时哇，就已经酸得不得了，是不是？好不容易忍耐两个小时，哦，腿骨没断掉，对不对？那光是在那边腰酸腿软，就在那边挣扎半天，你说会在哪里都不知道，很难，因为还不是那么纯熟的能够运用自如。那我们想想看，这个六十小节不起于坐，六十小节有多长，这里就可以看到。我们说人的寿命可以从什么？从多少？八万四千岁，一直增加到什么？到十岁，不是，就十岁可以增加到八万四千岁，所以是八万四千减十，每100年增加一岁。本来人的寿数可能只有十岁，它可以一直增加到八万四千岁。每100年增加一岁，所以乘以100，这个叫做什么增劫，然后再从84000岁减回来到10岁，每100年增加减一岁，所以乘以2。84000跟十是不是差一点点而已啊？83990，那干脆大约还是84000，对不对？再乘以100，是不是再加2个0啊？再乘以2，所以会变成多少？16680万哦。年，这个叫做一小节，这个还叫做小节。
还叫做一小节。那六十个小节是什么？一个终结。四个终结，等于什么？一大节，一个大节，1680万年呢，一小节哦。所以你看这个节哈，那要六十小节，是这个还要再乘以六十哎，等于一个终结当中可以不起宇宙。这个我们现在难以想象。为什么难以想象？我们果位低，难以想象果位高的事。小学生很难想象说大学生到底在读什么，对吧？我记得很小的时候，看到哥哥姐姐去上学，我就很难想象说他们进入校门以后怎么去找到他们家他们的教室。我光这个我都想了半天。好不容易哦，终于我自己要上学了，走进校门之后，我才发现哦，原来这个可以找来找去，哎，找一次两次我就知道了，就觉得哎，并不困难呢、啊，哎，但是我还没上学以前，我一直很怀疑这件事情，觉得不可思议，对吧？所以我们说，当我们能力有限的时候，没办法去想象超乎我们能力的事情。对吧？我们心量很小，凡夫众生本来就是心量小嘛，就很难去想象那个菩萨的这种大悲愿。所以你看，可以六十小节不起于坐。所以有的人说，我可以坐一天，那跟这个是不是差太多？我坐一天很厉害嘞，以我们现在来想，太厉害了。但是你看他现在的一坐就坐六十小节，不起于坐呢。而且呢，会就说在那个同时的法会当中的听者亦坐一处，也一样啊，跟着六十小节就这样身心不动听佛所说呢，未如实请，有没有？我们现在想的六十小节是那么长，但是对他们来讲不过如同吃一餐饭而已只是吃一餐饭而已。所以我们为什么会有时间的长短啊？着相就会有长短。什么叫出世间？就是跳出什么时间空间的束缚，才叫做出世间。所谓的涅槃，是不是跳出了时间空间的束缚啊？就不是我们想象中的那种长啊短的，其实已经不是了。那个真的是透过因缘法其实有它的什么平等的特性，看着站在什么角度的来看嘛？就像我们刚刚讲说，当我那么小的时候，我真的没办法去想。但是当我们长大到一个程度的时候，是不是自然就会知道啊？从不同的角度，它可以有不同的理解。所以呢，事实会中无有一人，若身若心而生了嘛，谢倦。也就是说，在当时候与会的大众当中，没有其中的一个人能会觉得身心疲倦的，没有，都非常的法喜。当我们去接触到正法的时候，会有法喜的感觉。就像我们的家行位里面暖顶忍是第一，有没有？四位里头最基本的就是暖位。什么叫暖位呢？真的，我们去触碰到正法的时候，我们会有好药的心，会有喜悦的心。为什么会有这种喜悦的心？是让我们凡夫的心能够降低的缘故。跟圣者的那个距离是不是稍微接近一点点，也是一种喜悦啊？如果我们退失的话，我们就会苦恼。当我们很苦恼的时候，是不是也自然会退失啊？所以我们去体会到什么，并不是马上就很稳固呢，也是进进退退，进进退退，看烦恼战胜我们的智慧，还是智慧去战胜的烦恼嘛？就一直不断的在那边拉锯嘛。那这个就是变成说，到底我们要去着那个现象，还是我们能够去深入法性呢？它会是一个很重要的指标哦，所以呢，我们说
一旦透过性空，因为它展现的那个平等性的时候，这些时间空间是不是就不是我们凡夫所能想象的，因为超越了世间法啊，所以呢，在与会的大众当中，没有一个人会觉得疲倦。为什么会觉得疲倦？我们着相就会疲倦了，着相很容易疲倦的啊，尤其那种很多人都觉得说，让我忙没有关系，忙的再如何忙都没有关系，就是不要让我起烦恼。啊，这话是有点冲突跟矛盾啊。这种忙，说实在呢，我们一般都会觉得身怎么忙无所谓，心不可以跟着忙，是不是？但是我们的心我们又掌握不住，我们一旦觉得忙的那种忙的感觉，其实也是在着相才会觉得忙。啊，也会觉得我怎么做了这么多，然后心里非常的啊这个不平，会觉得啊我为什么做这么多，他做那么少，开始比较，或者我做这么多，结果人家都不夸奖我，啊却去夸奖了某某人，是不是？哦，我又开始说我烦恼就更多了。那我们的累会累在什么？在心里头的累，其实不是身体的累，往往都会比较在心里头的。哦，就所以我们说像法身慧命的延续是心的问题，不是身的问题。身是不是很容易分段生死啊，一段一段来，但是我们法身慧命的延续其实才是更可贵的啊，才是更可贵的。好，所以呢在当时候啊，没有一个人觉得什么身心疲倦，没有，因为会法喜充满的感觉，六十小节啊未如实情嘛，一下子就过去。啊，就像我们说，哎，听经闻法很高兴的时候，时间是不是过得很快啊？一下，哎，又下课，一下又下课了，觉得时间怎么那么短暂一样。啊，当然我们这个都还是小小小小的啊的一点点的法位，都有这样子的感受，更何况啊，那个真的是啊果位上的那个不同。好，所以呢，在接下来啊，日月灯明佛呢啊也啊于六十小节。说是经已啊，啊也说完了这部经典啊，《妙法莲华经》。那么呢，集于凡啊，属于天神啊，属于魔王，属于沙门、婆罗门啊。在印度来讲的话啊，所谓的沙门不一定是佛家的沙门了，因为很多的外道他一样都可以出家，不是只有佛教才出家。在中国大概就是佛教才出家了哈。那在印度来讲的话呢？像婆罗门他是宗教师，那会有四姓阶级嘛，有婆罗门，有什么刹帝利啊，有吠舍跟首陀罗啊。那么以婆罗门来讲，他是宗教在领导着什么政治，到后来慢慢的改之后呢，沙门文化兴起，就是说不是只有你婆罗门才能够出家，只要我愿意啊，去探求人生的道理的话，我一样可以出家。就说在宗教上面呢，它比较自由，之后才出现了沙门。所以这个沙门呢，不是只有佛教才有哈，而且出家的这个风气呢，在印度来讲啊，算相当的兴盛，因为他们很早就在探求人生啊，宇宙人生间的这种解脱问题。啊，解脱的问题，其实我们中国人并不是在探讨这个哎。中国人比较怎样？修身治国，啊，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当然还是从修身开始了哈，但是比较政治一点。但是印度人他比较怎样？他反而是会去考虑的是生死解脱的问题。所以为什么佛陀会诞生在印度也是这样？因为他有这样的一个基础啊，有这样子的因缘基础嘛哈。所以呢，沙门哈在当时候也等于说不断的在探求，啊。这种宇宙人生间的真理法则者，他都可以怎样出家做沙门呢？啊，那只是有不同的这个领导者，所以他们会有六师外道啦，有六派哲学啦，他们有各种的什么学说是非常的多的。啊，好，那么这就讲到说哈，在梵呢、摩还有沙门、婆罗门，还有什么天人、阿修罗当中。啊，而宣此言啊，就日月灯明如来啊，他就讲说，
如来于今日中夜呢，当入五云涅槃，啊，也等于是他要这个要成佛了，啊，那成佛之前呢，啊，他先怎样受记，啊，受记谁呢？啊，说时有菩萨名曰德藏，啊，有位德藏菩萨日月灯明佛呢，即受其记呀，啊，先为他受记，啊，为他受记呢，告诉。啊，所有的比丘说，是德藏菩萨呢，次当作佛，号曰净身，啊，多陀阿伽度，啊，阿罗诃三藐三佛陀，佛受记已便于中夜入五蕴涅槃，啊，这个等于说，在佛陀入涅槃之前，他先受记德藏菩萨，啊，等于说他，日月灯明。佛等于是当时候的现在佛，啊，那么他呢要去受记未来佛，在那个世界里头啊，啊，在东在过去的那个世界里面，啊，而且呢也可以受记说，也可以知道他将来成佛的名号叫做什么净身佛，净身，啊，清净的啊，清净的这个法身哈。啊，那么这个多陀阿伽度就是什么如来，啊，这等于说他没有把那个意义翻过去，啊，阿罗诃是应供，啊，三藐三佛陀这个我们是不是比较熟悉一点，三藐三佛陀就是正等觉正片知，所以他这几个其实都是佛陀的什么名号，总说就是佛陀的名号嘛，应供是不是也是佛陀的名号啊，啊，只不过他保留的叫阿罗诃，啊，如来呢就，啊，多陀阿伽度，这个是如来的意思，啊，那么佛陀受记以后，那么就在那一天的中夜，啊，便于中夜呢入无余涅槃，啊，我们有余涅槃跟什么无余涅槃，有余涅槃就是说像初果、二果、三果的圣者哈，啊，他也可以入涅槃，但是他还有余。就是说他还会再来，啊，出果的阿罗汉他是不是还要再来生死啊，只是他剩下的生死没几遍了，啊，到一来不来然后就证阿罗汉，阿罗汉也可以说是无余涅槃，啊，他可以不再来了，啊，所作已办啊，不受后有，他可以不再来，那佛陀呢更是可以不再来，但是如果他的悲心很深的话，他是不是也可以道假慈航再来啊，也还可以哈。那不过到成佛他是无余涅槃的，究竟的无余涅槃就是他可以不再来了啊，因为在唯识里面也可以讲得很清楚，因为他的第八阿赖也是已经变成大圆净智，没有任何的杂染的种子在里面，所以他可以不再来，可以不再来，所以叫入无余涅槃，入了无余涅槃啊。好，那这个在175页哈，啊，灭后呢弘经啊也有它的相同之处，就是佛啊日月灯明佛他灭度以后呢，妙光菩萨啊也持着妙法莲华经满八十小节来为人说法啊，因为妙光菩萨是不是也就在日月灯明啊佛的那个时代啊，他也在教化众生，他也有八百弟子嘛，啊，所以佛陀灭度以后呢，他也继续也持着《妙法莲华经》哦，啊，他也满八十小节当中来为人演说，啊，不断的来宣说《妙法莲华经》，啊，所以呢，日月灯明佛的八子有没有？他有八个儿子，出家前他是不是有八个王子啊？啊，那么皆施妙光。啊，都拜妙光菩萨为师，由妙光菩萨来怎样教化，教化他们怎样呢，令其坚固二六多罗三藐三菩提，也就是能够坚固他发大圣的心，行菩萨道的心，乃至到什么成佛的心，啊，那这种心呢其实是要不断的去长养，不断的去培育，不断的能够坚固的，不然的话我们是不是很容易变化，啊，哎，我们的心要持得很长久是不容易的，啊，要有相当的什么善根因缘啊，所以呢，世诸王子啊，那这些
八个王子来说的话，他们过去也都是怎样修福修慧而来的，对不对？他们也才有机会成为王子哈，并且还是日月灯佛的什么孩子呢？所以他们也曾经供养无量百千万亿佛矣呢。啊，而且呢，他们也都皆成什么佛道，最后他们也都成佛了。那其最后成佛者呢，就名曰什么？燃灯佛。啊，这也是燃灯佛的一个由来。啊，燃灯佛就是这八王子里面的最后一位成佛者。啊，那八百弟子当中呢，有一个人，他的名号叫做求名。啊，为什么叫求名呢？因为他贪着利养。啊，虽复读诵重经而不通力呀、啊，啊，虽然他也很用功啊，他也读诵重经，但却是怎样，不是太通顺哈、啊，不大通，然后呢，而且多所忘失，故好求名啊，啊，那他的这个还是有漏的意思哈、啊，为什么有漏呢？因为他读不懂，他无法怎样通力，而且多所忘失哈。啊，那他的漏会漏在哪里？求名的缘故，对不对？求名是不是也是一种贪心呢、啊？哎，所以说这个其实要深入佛法哈，一定不能贪名闻利养啊！一旦贪名闻利养，是不是还是着相的？着相还是杂染的。一旦杂染呢，跟清净的经典是无法相应。经典所展现的是不是都是清净无染的？啊，虽然我们凡夫还是有染，但是我们也希望能够来怎样修正我们染着的心嘛，对不对？啊，而不是去加强我们染着的心，那是不是就背道而驰啊？啊，所以呢，这位求名菩萨来说的话，啊，虽然他求名哈、啊，能这个有所忘失哈、啊，那么还是属于有漏来说的话，但是呢，世人亦众诸善根因缘故呢，得值百无量百千万亿诸佛供养恭敬尊重赞叹。也就是说，我们在这个行菩萨道的过程，说实在呢，那么并不是马上都非常的圆满啊，虽然也有缺失，但是呢也还一样他哈、啊、因为种过了很多的善根啊，虽然他有求名的毛病啊，但是呢也因为他过去也种诸善根因缘，所以呢，他也啊，在他的生命历程里头，他也一样去植育了什么无量百千万亿诸佛啊，啊，这是不是也有相当的善根因缘呢？啊，那么他也还是这种等于是修福报修得多啊，跟诸佛菩萨结缘的机会非常的多，他也供养恭敬，他也尊重赞叹啊，所以呢。在176页我们这里就可以看到结经啊，结达经佛啊，弥勒当知，这是文殊师利菩萨对弥勒说的哈、啊、他说弥勒当知啊，尔时妙光菩萨起一人呼啊，我甚是也啊，所谓的妙光菩萨呢并不是别人啊，就是我啊，啊，文殊师利菩萨，那么求名菩萨呢就如甚是也啊，也因为求名的缘故，所以他成佛的比较晚，对不对？乃至到现在还未成佛，但是因为他也是非常慈悲的，对不对？啊，他叫慈氏菩萨，对不对？啊，所以他也是修了很多的善根因缘，虽然他也求名哈、啊，所以我们说在菩萨的过程当中，就是还不尽圆满。啊、哦，菩萨都不尽圆满，我们对凡夫众生又如何苛求啊？对不对？所以我们那个包容度一定要大一些啊，包括我们自己也都非常的不够圆满的嘛。啊，那这个过程当中，你看连弥勒菩萨都有其不圆满的部分呐、啊。啊，所以呢，求名菩萨呢，如身是也啊。那么也因为这个求名的缘故，所以他的这个。啊，成佛的时间会比较晚，啊，所以我们说因缘法是不是非常的公平的，非常的平等，都是自己自由排列组合出来，啊，要快要慢，那就看我们自己下的功夫问题，啊，那有所执着一定会慢，啊，有所执着呢就容易漏嘛，
就容易不够圆满。能够放下执着，是不是才有机会圆满转染成净？是菩萨道里面的的这个最重要的功课。所以说实在呢，从凡夫行菩萨道一直到成佛的过程，其实就是从我们不平等的心转到平等为止。所以平等呢，也会是佛法的很大的特质也是佛法非常大的一个特质好，那今见此瑞呢，于本无异因为现在看到这样子现在看到的这个瑞相呢，跟什么，跟宿世劫的过去式来讲的话是没有差异性。所以这里的为什么说本呢？它是本门的，现在讲的是机门是不是？什么叫机门呢？有机可循的，有现象可看的。本门呢，就是宿世劫以来的它的这个多少世以前曾经是谁是谁是谁，这个都是生命的历程，那么也都是无始劫这样一路过来的那么我们说这个是有所本的有过去的所以说跟过去来讲的话是没有差异性，是不是有很多雷同之处其实会有很多的雷同之处，所以事故为蠢所以呢，也因为这样子，所以呢，文殊师利菩萨他就思维之后呢，他就做了一些蠢度去这个推断说今日如来现在的释迦牟尼佛来说的话，现此瑞相呢入定来现瑞嘛，那是不是也一样会出定而来怎样说法，对不对？起定而说法，那么当说什么？大圣精明妙法莲华，教菩萨法佛所不念，是不是都一样的所以妙法莲华经又叫做无量义经，有没有那么佛陀呢也往往入无量义处三昧，有没有那这些无量义经或者这个妙法莲华经呢，其实等于是同样的经的内容，它的内容就是什么？教菩萨法教菩萨法。那菩萨法是什么？佛陀所最为护念的部分最为护念的部分所以这个已经解答什么经佛这个也等于说是要讲后面的妙法莲华经之前的一个什么续品那常常其实讲完就好了，但是呢在经典里面就常常出现什么寄送，又重来一次所以我们说我们学佛要不厌其烦所以如果不知道整个的那个纲要的话，是不是就一直转在这里面转来转去所以今天早上我们就要先讲一下这个续品的整个大的纲要所以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要真的要不断的重复重述就是真的是不厌其烦。为什么要不厌其烦？因为我们凡夫众生的特质我们的习性，因为执着的缘故，所以在那边转来转去是我们的特质在转的过程当中要不断的提醒，不断的提醒所以我们的进展会非常的慢光是第一大二生期劫都要花无量无数劫呢更何况还要三大二生期劫那这过程当中就是要不厌其烦要能够耐得了耐得了烦的所以呢在进入寄送他又开始重述了虽然重点重述但是呢他又开始这个在等于是加深我们的印象所以在第178页那么透过寄送的方式透过寄送呢，那么来让我们能够怎样呢？能够见习瑞之什么同经呢看到过去的瑞相，那么来推断现在佛陀呢必然是要怎样，要说妙法莲华经所以呢先去诵过去最初的佛，也同样跟现在佛是一样的所以我们想我们在讲寄送的时候我们就快快的讲过因为他又在 review 了一次好，所以尔时呢文殊师利菩萨就在大众当中呢欲重宣此意而说什么寄言文殊师利菩萨就说我念过去世无量无数劫之前也是一样有佛
佛陀呢是什么？人中尊啊，众中尊嘛，啊，众人当中的最为尊贵者。那么号日月灯明啊，那世尊呢？啊，所谓的佛都可以称为世尊啊。那过去的这个日月灯明如来，他是不是也一样啊？可以称为世尊，他也一样在演说大乘法，也度什么无量的众生，无数亿的菩萨啊，来令入什么佛智慧啊。那么度菩萨呢，主要就是希望透过行菩萨道当中去体会，乃至去证悟啊佛的智慧，来入佛的智慧啊。就说，所以我们在读大乘经典的时候，虽然讲的好像诸佛菩萨与我们无关，其实那些是不是都是我们要学习的对象啊？我们都是要循着他们的什么心路历程啊，也一样啊。如果我们会觉得，哎，这个好像跟我有关的时候，是不是比较能够入我们的心呢？啊，这是很重要的啊。就是说，这些诸佛菩萨其实都是我们学习的对象啊。纵然讲到凡夫，我们就可以看到我们自己的什么身影在这里头，哎，是不是影子就在这当中啊？我们就是凡夫的样子啊，跟诸佛菩萨之间其实有很大的这个距离的啊。所以呢，这些诸佛菩萨所说的智慧呢，我们如果把它当作，哎，就是在对我们说，我们是比较容易入什么佛的智慧哈。好，那么日月灯明佛来说的话，他未出家时呢，所生八王子有没有见到他的啊父王啊大圣出家呢？他们也啊亦随修什么梵恨啊。所以这个时候佛啊，那个日月灯明佛来说的话呢，啊，因为他出家去了，啊，那么他成佛的时候呢，他也在说什么大乘法义，精明什么无量义，啊，所以所谓的无量义也就是大乘法义嘛，啊，因为大乘法义它是不是无量无数无边的甚深的法义，所以叫做无量义啊。那么于诸大众当中呢，而为广分别。啊，所以我们说，哎，理解经典是不是要从什么？从外向的初分别进入什么细分别？细分别里头要广分别，尤其大乘法，它讲得非常的广。啊，那细分别是因为怎么样？理解因缘法，我们就可以细分别。啊，到证得涅槃的时候，是不是根本无分别的现前呢？啊。才能够进入根本无分别。所以呢，其实我们在学佛的过程里头是不断的在做分别啊，从初分别到细分别到什么根本无分别，再从根本无分别当中呢，这个进入了所谓的方便道啊，能够怎样呢？用厚德智啊，就是说去验证了涅槃之后呢，那么就比较能够事出事入而无碍哦，那个是厚德智上面的啊，在修道位里头的啊。好，所以呢，佛陀啊说此经已啊，那个日月灯明佛啊，他说了大圣无量义经之后呢，即于法座上呢就结跏趺坐啊三昧，也就是入定了。那他所入的定是不是就名为无量义处啊？啊，叫无量义处三昧啊。啊，那在入无量义处三昧的时候呢，也一样啊，天域曼陀罗、曼陀华有没有？天古自然明，啊，这是不是都是开始现瑞相啊？啊，雨华，对不对？然后还会有声音啊，这种法鼓啊，好像自然鸣起来一样，啊，诸天龙鬼神呢，供养人中尊，啊。这些属于天龙八部啊，人非人等呢，都一样同样的来怎样供养人中尊，也就是佛。那一切诸佛土里头呢，就即时大震动啊，是不是就开始地动了啊？然后呢，放光啊，所以玉华地动放光，是不是三瑞啊？啊，佛放眉间光，所以他所放的光都会在眉间。哦，所以我们说佛陀的什么两眉当中是不是有白毫？哎，那菩萨呢，在这个嘴上有什么胡子也会放光。菩萨靠说法，他果位比较低，这果位高。
对不对？我们这样子照出来是无量无数的，啊，所以我们可以看到盛唐之后的那个菩萨的画像里头都会画出胡子来，其实那个是胡子啊，也是放光的意思啊，但是大菩萨才可以画上那个，啊，画上那个就等于说是放光的。因为菩萨他几乎都要苦口婆心不断不断的在劝诱众生啊，哦，所以他从这里出来，所以他不是胡须而叫胡枝，哎，一个头发的发的上面再一个枝，有没有胡枝，他是放光的，放光，佛陀从眉间放光，菩萨从嘴边放光，哦，好，那佛放眉间光啊，现诸稀有事，它就会现出种种什么稀有可贵之事，啊，所以此光呢就会照到东方。你在想为什么都是说照东方啊？啊，因为我们习惯哈，啊，在我们这个娑婆世界哈，啊，在地球上，我们认为呢，从东边开始旭日东升，它是比较有光啊，啊，比较不会说这个时候去照西方。对，因为西方我们的习惯上它已经这样，夕阳西下，哦，东方的话它旭日东升，哦，它会逐渐逐渐的让光亮起来，哦，所以我们说，哎，其实东方西方是不是也都是我们施设出来的，哦，我们的习惯性，那因为这些经典也要是让我们现在的人理解，啊哦，所以会比较用我们的习惯性来让我们理解，因为佛陀是不是也都要随顺众生才能我们能够接受，能够明白，是我们才能接受啊，能接受也，之后我们也才能够去怎样实践嘛。如果我们连道理都接受不了，那么要去实践，是不是就差得远了？好，好，所以呢，此光去照东方哈，啊，万八千佛土，是一切众生呢生死业报处。啊，看到的东方的这一万八千的佛土当中呢，也如同我们这里一样哦。一样有生老病死的业报，啊，那么也有见到诸佛土呢，以众宝庄严啊，琉璃啦、玻璃色啊，私有什么佛光照，啊，那这些状况跟我们这边都非常的雷同啊，即见诸天人龙神夜叉众啊，这些天龙八部啊，乾达婆啦、紧那罗啊，啊，各供养其佛啊，只要他们有善根啊，当然我们说这些天龙八部要学佛是不容易的。啊，但是呢，毕竟他们如果有善根，他们还是会，啊，自然会呈现出来。那么他们也都去供养啊，日月灯明佛，所以呢，又见诸如来呢，自然成佛道啊，色身啊，当成佛的时候呢，身色呢就如同金山一样，金色晃耀啊，端严甚微妙啊，非常的庄严的啊，也如同净琉璃当中。所以我们说东方净琉璃世界有没有？啊，会比较用净琉璃蓝色的光来看待，那其实内现什么真金像啊，这种内现真金像也等于佛陀他本身啊，就如同拥有一颗摩尼宝珠一般啊，它是会放光的，所以世尊在大众呢就会敷衍什么身法意啊，一一诸佛土呢声闻众无数啊。啊，也有所谓的声闻众，有缘觉众，有什么菩萨众啊？那么因佛光所照的缘故，所以我们就悉见彼大众啊，因为它无限无量的。或有诸比丘呢，在于山林中啊，啊，因为有一些出家修行的比丘在山林里头，为什么在山林里面？因为它非常的精进持境界啊，犹如护明珠啊，啊，在长养佛性啊。啊，也好像去获得了一颗摩尼宝珠啊！当我们真的去体会到佛法的那个可贵的时候，也如同如此啊，啊，如同护什么摩尼宝珠一般啊！所以那么，又见到诸菩萨呢，他也一样行施忍辱等，有没有布施啊、忍辱啊，啊这些等等六度万恨，那么其数也如同什么恒河沙一般。啊，那么也由于有佛光来照耀，又见到诸佛呢深入诸禅定，所以这些是不是都在讲六度万恨啊？啊，不仅入禅定，还精进忍辱啦、布施啊、持戒，是不是都有啊？身心即不动，这个是在怎样在修禅定啊？那么以求无上道，又见诸菩萨呢知法即灭相，知法即灭相是不是在修什么般若？
对吧？啊，因为般若透过缘起性空的空性，让我们去体会什么法的几面相，涅槃。啊，般若能够啊是三圣共证的啊，三圣声闻缘觉菩萨，他都可以共证在什么涅槃的境界。啊，只不过声闻缘觉他自我了脱啊，他偏于自我了脱，所以他们自己啊这个解脱生死。那菩萨的话呢，他不忍心自我解脱啊，他希望能够去帮助众生解脱而已啊，所以呢，他需要有什么有六度万恨哈、啊、这样子的一个方式，尤其是以般若为导啊，是无有定法的，因为众生呢千变万化，对不对？所以菩萨是不是也要有十八般武艺啊？啊，透过因缘法，他才可以自在无碍啊！如果都用什么相、用什么现象来限制众生，看众生要不要听啊？啊，不要了。大家不听的话，那么就没有机会去感受到佛法、享用到佛法、受用到佛法嘛，对不对？就很可惜啊！所以菩萨他得要用种种方便、善巧的方式啊，所以呢，他就各于其国土来说法、求佛道。啊，为众生来说法啊，能够劝诱大众啊，尤其菩萨啊，那么行，就说来劝诱行菩萨道，到圆满成佛啊。好，那这个时候哈、啊，尔时呢，四部众啊，也就比丘、比丘尼、优婆塞、优婆夷啊，种种啊，这个很多的大众来讲的话呢，见到了日月灯佛呢，现大神通力啊。啊，那么其心呢皆欢喜啊，那么各个自相问世事何因缘，是不是也开始起了疑问啊？到底是什么样子的因缘？为什么要这样问呢？其实也等于说，我们究竟要如何的去在因缘上面下功夫啊，对不对？既然人家可以这样子，我们是不是也可以学习啊？啊，所以呢，这也是一种重疑嘛，对不对？啊，然后呢，再由哈、啊、这个弥勒菩萨来请法啊，所以呢，天人所奉尊啊，那么所奉尊的就是什么？就是佛陀啊，佛陀是从三昧起，这个时候正好怎样起定啊，要来说法啊，然后从这个定当中呢，出了这个定之后，他先赞叹妙光菩萨。啊，因为他在入定的时候，是不是由妙光菩萨来为佛宣说佛法？啊，那所以他当他出了定之后，他是首先就是先赞叹妙光菩萨，说如为世间眼呐、啊，啊，他帮助世间啊凡夫众生呢来看，等于是来看懂、看清楚这一切的现象，因为一切所归信的呢，主要就是能够怎样奉持法藏。所以我们说要这个要有什么正法眼障嘛，对不对？要有正法眼障啊，就是说我们的这个肉眼啊，要转为什么慧眼来知道什么法眼。那这个是不是要透过法障啊？啊，正确的法障啊。那何谓正确的法障呢？佛陀就说啊，如我所说的法。唯有汝能够怎样正知啊？只有妙光菩萨能够正知，所以他是透过实践的啊。那么不只是知道，而且他是实践过的，所以他才能够怎样带佛来宣说佛法嘛啊。所以世尊一起定的时候，就先来赞叹他啊。那世尊既然赞叹的话呢，那么也令妙光欢喜啊。那由妙光菩萨来说是《法华经》，也满六十小节，不起于座啊。所说的上妙法呢，也是妙光法师呢，悉皆能受啊，悉皆能受。所以呢，佛说是《法华》，令众欢喜矣啊。啊，佛陀所说的这个《法华经》的内容啊，《无量义经》的内容呢，是令众欢喜啊。啊，寻及于是日啊，就在他那个时候的当天呢，就告诉这些天人众说：“诸法实相义啊，以为汝等说啊。”因为佛陀所要告诉我们的还是诸法实相的甚深法义啊。当然，我们说哎，要我们要劝善啦、啊，或者这个叫做为人
啊，为人希谈啊，或者世间的这种什么吉祥乐意希谈，有没有啊？乃至于对治希谈，这些说实在都还是什么方便权巧啊。其实要告诉我们的还是就近了意希谈呢，第一意希谈呢啊，就是什么诸法实相啊。那些诸法实相呢啊，那么以为汝等说啊，佛陀已经为我们大众来说，所以呢，佛陀就讲说他。啊，我今于中夜呢，当入于涅槃啊，他已经要入涅槃啊。那么汝呢，一心要能够精进啊，当远离于什么放逸啊，要精进不懈啊，要离于什么放逸啊，因为能够去执欲诸佛是非常的困难的啊，甚难执啊，诸佛甚难执啊，要碰到有佛陀在世的地方或者时代呢，说实在是非常不容易。啊，也要我们自己有相当的善根、福报、因缘、智慧、资粮才可能。所以呢，一劫时一遇啊，是要几乎是上一劫里头，看能不能遇上一次呢？啊，所以呢，世尊诸子等啊，闻佛入涅槃啊，那世尊的这些哈、啊、佛弟子们呢，听闻佛陀要入涅槃啊，那么就个个怀悲恼啊，啊，佛灭一何数？啊，就是说佛陀他也是要怎样，要示现入涅槃，才会让我们这些佛弟子怎样珍惜佛陀在世啊，而不是说佛陀永远在世那就没什么稀奇啊，这个时候不学以后我们再来学都还来得及，就会懈怠啊，就会懈怠。所以佛陀他也要示现涅槃啊，才会让我们觉得说哦，那确实示现涅槃是不是还是无常的现象啊，啊，也才会让我们怎样珍惜啊，会觉得说啊，怎么佛灭的这么快速呢？啊，一下子又没有，世间好不容易光明起来，是不是又黑暗去了？又黑暗了哈、啊。所以呢，那么在185页哈、啊，接着185页这里，就圣主啊，法之王啊，安慰无量众啊，也就是世尊，对不对？世尊是法王。啊，那么来安慰我们这些大众们啊，无量的众，他说：“我若灭度时呢，汝等勿忧恼啊！啊，就算我入灭涅槃了，但是你们也不必要怎样太过于忧恼，因为呢，他已经受记德藏菩萨啊，德藏菩萨呢，于这个无漏实相心已得通达，也就等于是德藏菩萨其实他也已经怎样啊，已经证得二大二僧祇劫满。”也等于七地菩萨圆满了，自然会蒙佛受记，也就是说他将来必定成佛，所以呢他其次当作佛，号曰为什么净身，亦度无量众啊，他将来啊德藏菩萨就是未来的什么净身佛啊，那一样他还是可以继续的怎样度无量众啊，所以我们说这个法身慧命要不断的延续，诸佛菩萨是不是也是一棒接一棒这样下来啊？啊，我们个人每一个人，我们法身慧命的这个无量的延续，是不是也要生生世世不断的怎样累积？啊，那这些都是需要我们自己去努力的啊。所以呢，佛子业呢灭度之后呢，如心尽火灭啊，啊，心就是那个木头啊。一旦烧尽了火，是不是就灭掉了？啊，但是心尽火相传啊，啊，有时候心那个木头虽然烧灭了，但是我们赶快再去加新的木头，它是不是又会去引那个火啊，继续再怎样再燃烧下去啊？那当然，若佛陀灭度之后呢，那么就如同什么心尽火灭啊，消失了。那但是它的色身可以怎样变成舍利？啊，火化之后成为舍利，就会起无量塔。啊，那比丘尼呢，其数也如恒河沙一般呢，腹背加精进呢，那么以求无上道，这不又继续的再去延续什么佛陀的法身慧命。啊，好，我们先讲到这里哈，阿弥陀佛。